姑娘，你就吃小份吧。嗯，对，这里面一定有的。哇，这里有惊喜。惊喜？那我就先把惊喜给吃了。这回有没有惊喜啊？哎，帮他还不先整死暖走了。老爸，你确定不吃这份啦？我说你要让他整我吧。嗯，果然这个小碗里也有蛋。这粉酸酸辣辣，可真香啊！让我找找还有没有蛋了。哎，又一个。老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给我的小份放这么多蛋啊？难道这个碗？我明白了。嗯，咋的呀？没鸡蛋你就不吃了？我等你吃完，我好吃肉。哼，小样还想唬我？咋样，老爸？红薯粉丝就是香吧？嗯，香。姐妹们，我这次囤的这个酸辣粉，给你们看看，这么大一箱，把我人都挡住了。它这一箱是10桶啊，才19.9块。你现在买一桶泡面不得4-5块钱呀？它这个还是非油炸的纯红薯粉啊，我拆开一个给你们看看。它这里啊有一包粉儿，一个这么大的醋包，还有一包蔬菜包，还有一包辣椒油，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花生，还有一包粉料包。最关键最灵魂的，这个是秘制的底料包。像咱平时啊用热水冲泡就行了，你在办公室啊或者在宿舍啊，你或者晚上下班晚了你不愿做饭的时候，你就来上这么一桶啊，真的是刚刚好。关键是啊价格还特别的合适啊，这一桶划下来啊还不到2块钱呢。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呀，老爸，你吃完了？嗯。呀，那我可要看看惊喜了。哎，哇，哎呀，大惊喜！来，老爸吃山西淄博大烧烤。那你就吃火锅吧。还是你儿子对我好吧？火锅也好吃。哎呀，闻着肉味了。先来一串。嗯，这串咋是空？嗯，完了，全是空，啥也没有，都是中签子。来，给你。儿子让我吃火锅，我吃火锅，兄弟，让他吃空气去吧。这么多你也吃不完，分我点。吃这个。你再尝尝那个川粉。嗯，嗯，口口弹弹的，哎，真好吃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家人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，都是纯牛油锅底。你在外面超市买这样一盒，至少要15到20块钱。今天我给你发2盒、4盒，这样再加3盒，一共到手7盒，只要39.9块。这样一盒才合5.7块，真的巨划算。你也不用出去买菜了，吃完也不用刷碗了。火锅给你放到下方小黄车，喜欢的多囤几单吧。嗯。那你吃火锅干啥呀？给你准备好吃的啊。啥好吃的呀？里面啥没有，都是猪签子。呀呀呀！老婆子，咱把肉藏起来啊、哦，一会儿吃，别告诉姑娘，听没有？姑娘吃饭了，来嘞。哎呀，老头子，我也想喝玉米糊，你去给我取一碗吧。你这咋这么多事儿呢？天。嗯。哎呀。妈，都是素，没肉啊。有南瓜，吃南瓜。南瓜。我爸藏的是不是、啊、咱俩都喂他吃的，喂他留、啊、哎呦我的妈。嗯，好吃，再吃一杯。嗯，让老爸偷藏肉，我全给吃掉一片也不给他留。把肉藏起来，一会吃。嗯。
老爸，你这整个南瓜是啥意思呀？我刚蒸的，一会儿吃。啊。你等我拿过来，你怎么还吃酸辣粉呢？你这么多、啊，你也吃不了。多，我帮你吃点吧，要你吃不了。咋样？红薯粉丝就是香吧？香。姐妹们，我这次囤的这个酸辣粉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么一大箱啊，把我人都挡住了。这一箱啊，整整十桶，才19.9块啊！你现在上外面买一桶泡面，不得4-5块钱啊？我拆开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它这个还是非油炸的纯红薯粉，这里面啊有一包粉，一包我最喜欢吃的花生，一个底料包，这么大的醋包，还有一包辣椒油，还有这个独立包装的菜包。最关键最灵魂的啊，它这个秘制底料，这个呀用热水冲泡就可以了。像你平时在办公室啊，在宿舍啊，或者你晚上下班晚了，回家晚了，你不愿意做饭的时候，你就泡上这么一桶啊，真的是刚刚好。关键是啊，价格还特别的合适啊，这一桶划下来还不到2块钱呢。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姑娘吃饱了吧？吃饱了吗？走，咱俩逛街去，逛街去、啊、走。他俩终于走了，我终于能吃肉了。呀，肉呢？咋剩经济嘛了呢？肉呢？锤锤锤啊！我赢了，我先吃。行，你先吃一盘吧。来来来，快来！又赢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再给我拿一罐，没有了。行，给自己开。哎，你少倒点，给我留点啊！姐妹们啊，这个香菇辣酱啊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它不仅好吃，价格还特别的划算啊。它这个是由鲜香菇丁和鲜辣椒制作而成的，而且还有额外的大蒜进行提香的。你之前呀肯定买过19.9块十罐的，它这个再给你加2罐，一共12罐才19.9啊。像咱们平时拿它拌个米饭呀，拌个面条啊，夹个馒头啊，或者说蘸个饺子，或者说你那个炒个肉炒个菜啥的都好吃啊。关键是价格还特别的划算啊，这一罐划下来才1.6块钱啊。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啊，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嗯，来来来。